最后呢就给你们看优绩颁发的那个奖励到底是有没有拿回去，我拍给你们看，解掉你们这样多这样多个月这样一年多啊，优绩从第几排现在这样多次的一个迷惑，出来一个突发状况啊，看到吗？这就是我们拍野外主持的幕后辛酸啊。应该不讲说你们很期待，不过我知道你们最好奇的东西是什么，很多人都有问我，哎，林董，像那个野外主持哦，幕后它是怎样的东西呢？然后你们最后那个奖励到底有没有归回给 Yuki 呢？啊，这都是你们很好奇的问题吗？所以今天我就拍个 vlog 给你们看个究竟啊，今天就当作也是一个拍摄天门幕后的东西了 ，OK？ 所以我们现在废话讲多，我们下去面谈 ，Let's go。你们最近觉得很奇怪，我不是应该面他们了没？另外一个人家眼睛清醒在那边喝一杯茶，我觉得自己很蠢哎。Yuki 的 call time 是2:30，结果我2点就到了。不过也难怪啦，我这种身为这样好的一种乖儿子，乖孩子，你是那种遵守，然后就找到的嘛，是不是？等他们来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哇，现在 meet 到了野外主持的创始人哎。我不是讲你创始人，创办人啊，啊，还有这个每天煮的这样很厉害的这个啊，这厉害了，这个我们不屌啊。今天我有一个任务要给你。什么任务？啊，你要当评审吗？可以，没有问题。OK 啊，这样就交给你来当评审。啊，我就负责吃就可以了。所以给你们看啊 ，Yuki 每次来这边买菜呀、啊、开场那些样子。哎，蛮不错这样。看到吗？自己拍自己推。Yuki 呢，每次野外主持呢，弄水什么东西啊，都是没有自备的，都是当场拍的，当场买的，连油都是没有自己家里带来的。我用完了。我、哦、用完了 ，OK 了。我们先开拖、哦。你们看我们开场的样子。开场。自己呢，频道出到第几集也不懂，这就是一个30多岁老人家每次都会忘记的东西。那么 Yuki 每次 Let's go 就是这样子的、啊，知道吗？只要有新嘉宾来，要抽力就是丢给旧人推了的。当初小杨第一次来的时候呢，其他人就是推拖力啊。到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呢，小杨就推拖力啊。过后又有别人来的时候呢，就到我推拖力啊。然后现在又多一个来了的时候呢，就到小杨推拖力啊，我就负责扶旁边了。恶性循环。你看一下我们幕后呢，我们每次就选材料。整模多少钱？2.99。7:09。啊？哎，鸡蛋没有提供免费的吗？没有，鸡蛋没有免费。鸡蛋买一盒。鸡蛋没有提供免费的。鸡蛋。D-O-N 蛋。OK， 刚给你买一粒1块钱哦。1块钱。OK， 好。所以现在我已经买好所有材料。来呀 ，Yuki 要表演魔术哦。表演了，我们现在就出发去东北了。走，我要用我的超能力还钱。来，一起跳。三。尴尬，这个好笑，这个是这样子跳啊。那时候有一个小弟弟，他没先接我，他讲林董哥，我看你们野外主持，你们是将突然跑去那个公园了。啊，这集就给你看了。好了，你看到了吗，弟弟？我忘记叫什么名字了。我们真的不是真的会变魔术的，懂吗？啊，你们每次问到底我们买完那些材料那些东西到底是谁付钱的嘞？是不是我们公司出来的吗？我们其实这一切我们的公司就是这个公司。我的影片吗？肯定是我自己花钱的。创世界公司。Yuki 找我们来是从来不给我们拿半分钱给他买这种东西的，除非我们大家一起分工合作。OK， 现在买东西的幕后呢就已经到这边了，所以现在我要学 Yuki 一招，我们要一起跳去公园了。来，我在外面跳，我们不要等人家，我们带买人家一起去的。OK， 来，我们一起跳去公园了，一二三。好了，去公园了。OK， 现在来到公园了，来，我要跟着 Yuki 一起跳啊。来，哇，耶，我们到公园了，我今天有我。
观众就是这样子的，看到吗？就这样子跳了。首先，他就要把这种东西全部先拿出来，弄好好的。有时候我们都会有突发状况的时候，他们买的罐头都是没有那种可以直接开的，然后我们也没有开罐器，所以现在我们就要想办法怎样去开罐这些东西之类的。小心手啊！你的刀很容易出那样子。OK， 就是这样子好了，想不到办法，而且刚才 Yuki 样子用刀来开很危险，会弄到手受伤。我们去 DIY 买啊。那我们我就陪 Yuki 去 DIY 买哟。那可以吗？这个可以用吗？可以。OK 啦，所以我们现在直接回到去公园好啊。走走，来跳啊跳！来来来，有事。要跳大轮啊！现在我们就回到来公园了，然后我们又遇到第二个突发状况，就是呢，在我们拍摄的地方呢，旁边有人在清除那个草地，所以会制造很多那些很吵的杂音，啊，看到吗？这就是我们拍野外主持的幕后辛酸，看Yuki都有点想哭哦。那边在清除，我们在那边拍摄。一方面是讲说声音的关系，一方面是怕等下灰尘吹来我们的食物里面。刚刚逼不得已的情况下，我们也不给打扰人家工作，我们就从那一个屏翻过了这一边。因为毕竟那是他们工作，我们也不会叫他们停止嘛。好了，准备好了吗？对，接下来应该没有什么没有活动画面了，因为我要给你们看他们野外组织是怎么拍的啊。OK， 来，今天第一个组的是哪一条？来，我给你们看 Yuki 的视角。啊，那些观众啊，每次讲我们垃圾没有丢啊，什么我们自己有垃圾桶的，哈哈。啊，每次讲我们每次煮啊东西啊，乱乱丢旁边啊。因为我坦白讲，我有看你们的留言，那有个野外主持，每次讲我们东西没有洗干净，我们也是有洗的，也是用清水洗的，洗得干干净净了，我们才会使用，出来一个很香很香的味道了。Yo， welcome to my vlog， 来给你们看林东。好了，有个每次拿酱镜。没有镜，你知道什么镜吗？因为我要特写你们吃东西那个食物画面。你也要酷啊！啊，真的真的。很认真。有时候他们太远，我就拍不到食物。喂。小杨会煮什么菜呢？我不会透露太多给你们看呢。最后呢，就给你们看 Yuki 颁发的那个奖励，到底是有没有拿回去？我真的很热了。我拍给你们看，解掉你们这样多个月，这样一年多啊！尤其从第几排现在这样多次的一个迷惑，又来一个突发状况，应该一个不小心了。尤其的整数盐倒掉了，我们要请您小心收哎。今天我们不小心打破我们的盐。啊，事事平安，事事平安啊！今天是很多突发，那件多突发状况哎。今天不是我天，今天是下雨天，你看那边。那天很暗了哎，自己煮啊东西，自己饿了。我们是没浪费食物了，他的也是吃完了，小杨的也是吃完了，知道吗？每个都吃完了。对，我们没有浪费，不觉得浪费食物。对，我们全部东西煮完了，再不好吃了，我们是要吃下去的。对啊，因为那种种菜的那些啊，农民们很辛苦哎，很辛苦。对，这个就是你们现在最期待的时候吧，就是 Yuki 要颁奖的时候。啊，颁奖啊，特别荣幸，今天可以获得这个奖项。这是魔咒来的，每次有新嘉宾来，一定是拿到 MVP 的。Yuki 自掏腰包100块。OK， 来，这100块给你喝茶，等下我们就可以去吃比较好。哇， yeah， 谢谢老板，我请。所以今天影片要到。所以今天影片要到，有没有看到吗？所以今天影片要到。如果喜欢这部影片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不要忘记订阅小杨雷一条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！不用订阅咩？没丢。Yuki 又忘记我了。嘿，也不要忘记订阅林董。我们下个影片再见喽，拜拜。好了，所以我今天的 vlog 呢，你们要看的这个木华去 Yuki 野外主持。应该满足你们想看的东西好了啊！现在我们就要把这些东西收拾残局。这是文明的 YouTuber。对，所以我们不要讲我们每次用啊没有洗啦。OK， 如果你们喜欢这样子的 vlog 的话，你们还想再看怎样的东西，它的幕后是怎样的话，你们赶快在下面留言给我知道，我赶快去拍啊！哇，这个好赚，这个。啊，我当时第一次来的时候，直接哇，来自煮东西都有钱赚嘞，真的。是。OK， 如果你们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不要忘记订阅。
按赞还有分享，不要忘记订阅我们后面这些可爱的人。记得买油哦。小杨，那一条给会把他的频道放在矮这边啊。还有我们的另外主持 Yuki SMLJ 的创办人，给我们收拾残局啊。就这样啦，拜拜。买油啊，买油啊，买油。怎么买油？